里边有5块钱，我拿出来。哎呀，我知道啊，不就5块钱吗？明天连5块钱带着个盒，我就还你了。不是，顺风，你哎呀，顺风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咋的？你大姐夫一个月就50块钱零花钱，我好不容易攒了5块钱，这5块钱对我来说就是一笔巨款。你给我，哎呀妈呀，你还好意思说巨款？你放心吧，我也不咪你的，盒5块钱，明天早上我都还你。忘不了啊！啊，行行，等会儿啊，这还上着锁呢，这还。钥匙给我，你看你，这是个装饰品啊，假的。你看，你打开就完了。你看，我这里边还有5块钱，看见没？哎呦我的天哪！你整个锁是装饰啊？装饰糊弄人呢？这把我给糊弄了，这玩意儿。看你平时挺聪明的，傻了吧？行了，放心吧，大姐夫。哎，行，好。哎，顺风，别忘了啊，明天联合带5块钱一起给。哎呀，一块还你，放心吧。好。这就行了，哎呦，我把我这5000块钱，我搁这盒里，神不知鬼不觉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哎呦，我把它搁这儿，谁也不知道，打电话，喂，喂，你赶紧来拿钱来吧，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借给你这5000块钱啊，你嫂子她不知道，你嫂子现在正睡觉呢，啊。我跟你说，田总，哎呦，你到了还打个电话呀？嘘，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嘘，你嫂子睡觉呢。来来来来来，赶紧赶紧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明天早上把这盒还给我啊。什么玩意儿？走吧走吧，钱在里边呢，拿走。等等等等，等我等会儿。亲兄弟明算账啊，我得数一数。数啥数啊？我相信你。是我不相信你。数数数数数。哎，等等等等，田总啊，你这有把锁，你把钥匙给我呀？你傻呀你？这不开了吗？啊！哎呦，田总啊啊，这钱这钱数不对吧？是不对，多5块钱，明天你连5块钱带盒一块还我。那还明天干啥呀？我现在还你得了。啥意思啊，田妹妹？还啥意思？这盒里就5块钱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这回邻居们你们都看见了吧？赵刚子蒙我呀！哎，怪不得他整个锁呢，这是魔术盒啊！5000块钱搁里就没呀、啊！我跟你说，田经理啊，我对不起你啊，你给我半个小时时间，我整清楚了。半个小时以后你来拿钱。行，我着急，你尽快啊！我一定给你。好好好好啊，你尽快啊！哎呦，这赵刚子太黑了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，这哪儿去了呢？钱世芳，哎，找啥呢？哎，媳妇儿，我这欣赏欣赏这个盒。是不是找这5000块钱呢？不是，你这5000块钱搁哪儿拿的？就在你这个小盒盒里呀、啊，是不是又背着我藏4毛钱呢？媳妇儿，你这可是冤枉我了，这盒都不是我的，这5000块钱怎么可能是我的呢？那是谁的呀？大姐夫的，上一边去！真的是大姐夫的，人家大姐夫一个月才50块钱的零花钱，啊、咱5000块钱得多长时间呢？啊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当我数学、语文老师教的呀？你还不，你过来，媳妇儿，我跟你说，赵刚子亲口跟我说的，这里边有他一笔巨款。我才不信呢！你不信，大姐夫，大姐夫，哎哎，大姐夫，来来来，你出来干啥呀？我这忙着呢。什么事儿啊，大姐夫啊？来，我问我问你个事儿啊！啊，说说，这盒是不是你的？我的？干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往里放钱了？是啊。放多少钱？放了5。是不是这个数？是啊。是不是这个数？是啊。这个数对你来说是什么意义？巨款呢？听见没？钱是他的，是我的，怎么了？你看看。怎么了？不是大姐夫啊，你就不怕这事儿我大姐知道之后骂你啊？这大姐怎么会骂我呢？你大姐知道她还得表扬我呢，我这攒钱就是好事啊。你这大姐夫你这智商啊，我的天！二米啊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大姐夫最近智商聪明了？对，聪明。啊？你不止聪明了，你都快失明了，你是啥也看不见呢？啊？回来啦，回来啦。媳妇儿，来。哎。
你俩是不是又拿你大姐夫开涮呢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回真没有。二米夸我说我智商聪明了，真的、啊、是老公现在越来越聪明了、没坑找坑啊，奋不顾身往里跳啊，哎呀老厉害了。啥意思、啊？好端端的，他提什么坑啊？他提坑什么意思？哎，没事啊。不是顺风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二米，哎，我怎么觉得你这话里有话呢？怎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私房钱的意思吗？哎，啥私房钱呢？没有没有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二米啊！哎，大姐我没看出来啊。嗯。你最近有点向钱顺风学啊，还学会在你大姐那告状了是不是？不就这点钱吗？这点私房钱怎么了？这点儿啊，怎么的怎么的，哎呦我跟你说，就这点私房钱，我相信你大姐是有这个度量的，再说了我也是有这个承受能力的。哎呦我的妈，真的假的呀？什么真的假的，我就有这个承受能力，试试啊，试试就试试，你还能咋的。什么钱？你藏的私房钱，不亲。刚子，这是咋的了？这是啊，他承受不了了。哎，刚子行了。哎，大姐不用叫他了。他是激动的，让他睡会儿吧。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过不去。什么就过去了？不是大姐夫，钱顺风，你过来。你过来。哎呀，大姐夫，你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你没事你又坑我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大姐夫，你是不是又坑我呢？是是，这钱是他藏的，二米粒他不知道，你替我扛一下呗。我怎么又替你扛呢？我老替你扛。二米粒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，1000块钱打歪嘴，3000块钱打蛇腿，5000块钱两条腿啊。我改怎么？替我扛一下，不跟你管，大姐夫，我不跟你管。哎呀，这回不管。阿明，哎，来来来，你大姐夫跟你说啊，这个铁盒还有里边的5块钱是你大姐夫的，剩下这5000块钱跟你大姐夫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收拾他。明白了。弄他。媳妇儿，走。媳妇儿不是，不是大姐夫，不是大姐夫，救我。回来。不是大姐夫，两条腿呀，大姐夫。你别报警。住手！二驴子，提下留人。别忘了帮我忙活啊！帮我忙活起来啊！看看，欢迎光临，随挑食，一个拉菲，罚款10杯。三号走错了，这是练歌房吗？这是？哎，别！我们这一套啊，是我们店特有的一种非常热情洋溢的欢迎方式。好，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是本店的服务员，你们可以叫我少女小杨。请问今天几位呀？哎呀，我们7位。7位，好嘞，请跟我这边来。啥呀？唱戏的，你看看。哎呀，这大桌够用啊。这样的哈 啊，在两位贵宾正式用餐之前呢，我想跟你们简单介绍一下。本店28元一位，限时2个小时，随便吃，如果浪费，罚款10倍哦。哎呀，知道，我们懂，我们经常吃。好嘞，那就祝两位贵宾用餐愉快。放心，保证愉快。还会唱啊，小脸儿，是自助不？对呀、那还等啥呢？拿呀！是啊，吃啊！你自己能吃到这些？维修师傅的吗？你维修师傅，人家愿意吃啥不愿意吃啥，你能知道吗？你这全给端上来了，不挑食，你这不挑食啊？我看我挑错人了，人家这是从这拿着这拿着小盘上大盘里盛的，你把人大盘子都给端过来了，道别的没用啊！我饿了，我垫吧垫吧。老板、你好。哎，我们两位。对不起，我们店今天关门了。关门？这房子你
写营业到八点，怎么现在就关门了呢？是这样的，我们店呢今天被这俩人给整罢园了。罢园啥意思？罢园听不懂啊？那我通俗一点介绍一下，就是吧，今天我们店所有的菜品全都让他们俩给收秋了。行了，大妹子，啥也别说了，姐全懂了。今天呢，你是遇到高手了。啥大妹子呀？咱俩这年龄看起来差不多大。妈妈，我饿了。啊，行，儿子，妈带你上别家吃啊。老板，我们走了。保养的也太好了吧！这你俩在看啥呢？没有，我看我已经她老公那孩子长得也太着急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跟你没关系。限时两个小时，你俩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抓紧吃吧。咋还告诉一遍呢？我们知道，又不光俺俩，还有别人呢。哎呀，你说这可怎么整？你电话是不是响了？你震动，震动，哎。你这白想了，咋别连声了呢？你拍的呗。你这玩意真神奇，这玩意儿。哎，哈哈，哦，好嘞。哎，啊，你吃这茬老筋道了，这谈了可 Q 了，咋了？我想谈死你，你还可 Q 了。来，这是田经理送给你的礼物。对，那个张经理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打开看看，喜欢吗？呀，我太喜欢了，好多小人书啊。那个大姐子啊，快！什么玩意儿小人书啊？不是，这是你的礼物吗？了解我了，还送了一张卡片，献给大山里的孩子们。哎，等会儿我要把这些小人书带给他们，他们得多高兴啊！那个小燕，我这……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好感动啊！这是我收到最好的生日礼物了。不是，停！等会儿，那先不这样啊！你再看看这个，这是王小倩送给你的，精心准备的。看哦，好。呀，这个防晒霜我在商场见过，很贵的吧？好几百呢，王小倩花钱了。等会儿，这还有一张卡片，献给我最亲爱的小米粒儿。王小倩，你给我进来！哎，看见没？我帮他给我小米粒儿。是你在呼唤我吗？小米粒儿。对呀。啊。那个刚才我送你的礼物你是不是很喜欢呢？你不用谢我。王小倩啊，我问你，你一个月挣多少钱？挣不多少钱。那你送我这么贵的礼物，你哪来的钱？你说你是不是又偷着花你爷的养老金了？这快八码的不用我爷养老金，你要喜欢的话随时都能送你。那个小米粒，我这根本你做得非常好。王小倩啊，你太不懂我的心了。我咋不懂你的心了？小米粒儿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根本你最懂我的心了。王小倩，我跟你直接说了吧，你跟田妹妹送我的礼物，我更喜欢笨笨的。哎，大琴子啊，啊，过来。哎，不是，田妹妹送你啥呀？化妆品子可贵了，好百。我懂了，小米粒儿啊，你刚才说喜欢甜笨笨的礼物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呀，我特别特别的喜欢。这儿啊，从手机里网络上学习知识，放眼全世界。哎，你爸爸干嘛不让你拿手机啊？我爸是怕浪费流量。哎，要不说我就瞧不起我这个大姐夫啊，孩子学习他都不给他用手机，还浪费流量。哎呦，牛牛，来，二姨夫的手机流量用不了，手机流量这个手机都快憋炸了。
来来来来来，拿着，下载学习软件学习。谢谢阿姨夫。真是，哎呀，这哎，哎，不是你手里拿的啥呀？啊，你手里拿啥？拿的什么？让爸爸看看。手机。这谁给你的手机呀？我的。怎么的？我的。不是淑芬，你过来，你干啥呀你啊？干啥呀？我不让孩子玩手机，你怎么把手机给他呢？谁说孩子要玩了？你调查你研究了吗你？孩子是要学习，放眼全世界。赵刚子，我不是瞧不起你啊，谁都知道你一个月就50块钱的零花钱，很可怜。哎，但是要是我有50块钱零花钱，我全给孩子买流量。鄙视你。行了，你闭嘴吧。你别跟着捣乱了，行不行啊？顺风，我教育我自己的女儿呢，对吧？你跟着掺和啥？这里没你的事，你管不着。哎呦，我管不着，这是你说的是吧？怎么的？街坊邻居们，我们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？你管着管不着？等会儿，我管孩子跟你这房子首付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首付啊。你首付，这是我全款得来的。怎么的？我全款得来的，我不能管吗？我还告诉你顺风，我管孩子玩手机这事儿谁也不行，知道吗？谁都不好使。哎呀，赵刚子啊，怎么的？哎，就你这口气，哎，我不是瞧不起你，全家人你那意思是谁也管不着，谁也不好使，是不是？谁也不好使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再说就再说，这家里边谁也不好使。我好使吗？你也不。你好使，爸，你太好使了。我爸凶我。这。爸，我管他呢，你知道吧？我不在家，你反了天了是吧？爸，我没反天，就我管他，我怎么就反天了呢？哎，当着街坊邻居的面跟你爸爸顶嘴，赵叔，看来你老人家不好使啊。我怎么不好使啊？低点，低点啊！这是我全款得来的。好使不好使？好使好使好使，是全款得来的吗？是，一次性付款。行，起来吧。来来来来，站好了。干什么呀你？站。去，别动。赵叔，站好了。